珍惜每一秒，每一分钟，每一天，珍惜每一段缘分。我们不懂佛法，我们怎么能够学佛法呀？你们今天每天晚上听师父讲一点佛法，时间长了，智慧你就充足了。智慧虽然没有形象，但是在你生命当中，它是一把钥匙啊！记住，再厚的铁门，你不管用什么不一样的钥匙，都打不开它呀。但是如果你是对症下药的钥匙，你就能打开呀。要懂得，很多人跟妻子吵架，不知道什么方法让妻子开口，让妻子对你好啊，这就是你不懂得用钥匙啊。所以要懂得，要有智慧啊。我曾经在法会上讲过一个妻子跟先生两个人吵架，几乎一个月大家都不讲话，这个先生实在憋不住了，想跟太太讲话，他用什么方法？他就走到妻子的自己挂衣服的这个橱门口，在里边乱翻，然后假装还弄出很多声音。终于妻子憋不住讲话了，你翻什么？他说，我在找你的声音，终于找到了。人与人相处之道，在于无限的容忍。一个人能够容忍的人，这个人就能有朋友。要记住，人跟人的背景不一样，文化背景不一样，性格不一样，要无限的容忍。你不管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不要去伤害别人，就是别人伤害你，你也不要去伤害别人，因为这个都是暂时的。所以我们有智慧的人要懂得，生是责任的开始，死是任务的解除。我们今天学佛在人间，也不就是这么一段短暂的时光嘛。好好的把自己这段时光过好，不要亏欠别人，不要让自己后悔，那就是开悟，那就叫菩提心，照亮千万心，人人种下一颗菩提心，世界和平有无